我是夏雨桐，想要看到我私底下很不为人知的一面、很奇怪的一面，还是很神秘的一面呢？请赶快上疯狂唱片 YouTube 频道去按订阅一下，因为在那里还会有很多我独家的影片哦。还有，不要忘了记得到疯狂唱片，还有我的粉丝团按个赞，以及关注我的微博。那边呢，请记得什么啊？下雨头想到看，想到还有一声。